这囡仔也开始放这寒假，一寡这家庭哦比较比较弱势家庭也开始的困扰，因为讲是无钱，吼小朋友去上这安亲班，怎囡仔放伫厝内阁无放心哦？怎这关于会议长谢点点，也个立法委员戴如芬，伊是发起了这寒假营活动，因阁邀请这中华家父负责这大学生哦，回到这故乡来做老师，也做会服务偏乡的弱势囡仔，来带大家来看卖。过去受到中华家父辅助的学生，现在已经是大学生。因在关于会议长谢点点在花莲戴如芬的邀请之下，利用这放寒假的时间，调到故乡来教小朋友。这大学生表示，会当带来到三间其他六岁小朋友，因是非常欢喜。我们回来参加活动的话，就是因为我们从小到大都接受家父很多的帮助，像我是从国中就开始接受家父的帮助，然后就是自己也是身为弱势家庭这样，然后想说就是趁这个寒暑假，就是寒假来帮忙，就是小孩子，然后看让他们在寒假不要就是也落后别人，也可以有所精进，然后不要跟就是其他的小孩子落差太大，然后可以服务他们这样。立法院戴如芬特别前往为了这营队来加油打气，伊在向这小朋友表示：“大哥哥、大姐姐，新年莫欢！调讲伫寒假营时阵，代听因的话以外，未来有机会，麦当学习这大哥哥甲大姐姐，倒来斗三工其他小朋友。早上要睡觉起来很辛苦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可以睡晚一点，对不对？啊，不过你能来这边有大哥哥、大姐姐来陪你们，更快乐，可以做一些很大很多的活动，会觉得更快乐，这样好不好？好。那你们学习以后，学习像这样大哥哥、大姐姐这样这么大了之后，那你以后也同样可以出来教小朋友，带他们来带动唱，带他们来玩游戏，对不对？对。对不对？哦、对。对。这样，所以这样很好哦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听大哥哥大姐姐的话，好不好？好，很棒哦！谢谢立文。哎，我也谢谢同学哈、哦。这几天你们就认真一点哦，好不好？好。不会辜负大哥哥大姐姐这样这么辛苦就来陪你们，还要帮你们准备早餐，好不好？好。凡走过必留下痕迹，凡努力过必发生影响。爱是在孩子的需要上找到我们的责任。今年的活动很感谢我们谢恩信谢林立英文教基金会跟教育中心主办，那由西洲国小、北斗国小、核心国小跟天瑞国小来共同协办啊，让在这个寒假期间让我们弱势的孩子有一个陪读的计划。可以就国小表示感谢关于会议长谢点点，立法院戴如芬也够基金会会当出经费来举办这个寒假营。中华家父大学生会当带到故乡服务小朋友，弱势家庭的家长慢慢烦恼讲，因的小朋友在寒假的时阵无所在通好去。关怀弱势儿童陪读计划有几个特点，第一个特点、是由我们家务中心来招募。他们曾经辅导过的大专学生、利用寒假期间、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来陪这些小朋友度过一个知性感性的寒假。那第二个特点，这些弱势的孩子因为家长的需要在经济上、需要做一些努力，所以在寒假期间由我们的大专生来陪他们孩子来学习，让他们可以专心在经济上、做更好的一个努力。第三，我们的课程、有知性感性，那最重要的是在品德教育跟自解的教育方面啊，培养孩子多元的舞台啊，让他们能够在大专生的引导之下啊，能够有一个学习的楷模啊。那这个活动啊是试办的阶段，那如果说能够做得好的话，那相信啊明年开始我们的基金会跟家友中心啊，他们会更加努力的啊，把这些爱心啊带给我们弱势的儿童，关怀这些弱势的孩子。根据中华家父中心表示，这次活动全部经费都是由着谢恩信谢立英文教基金会所来赞助的，小朋友唔免开钱，也个免费在早顿甲中昼顿通好食。而且大学生带到故乡服务，基金会嘛变的经费，和大学生会当赚到一寡钱，未来大学开学了，买当来运用。对着基金会协助，中华家父中心是非常感谢。就是新闻出港评，客家报道。